讲义九百五十五页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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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正严经》讲义九百五十五页倒数第五行：“卯四减七大，减七大就是选择啊，或者是把那个七大不适合一般人的修行。看经文，若一地性观。” 兼爱非通达，有为非圣性，云何或圆通？那么这个是用吃地菩萨啊，那么平天道路，那是用地性来修行。所以若以地性观。 七大有地水火风空见识啊，那么用地大来修行是若若以地性观，这个地大呢，它是兼爱非通达，它是会有障碍的，有为非圣性啊，有为法它就是生命法，那么诸佛如来啊，连无为法都安不上。 何况有为法，如之一字啊，众妙之门。有为是对无为讲的，无为是对有为讲的。那么有为体性本空，就叫做无为。无为不离有为，简单讲生命，体性本空啊，就是有为法。体性本空方便说叫做无为法，但是这个如之一字。 就不能落入有为跟无为啊，所以有为啊非圣性，因为这个有为就是啊不是无漏法，这个圣性呢就是正，不是正，这个圣就是正的意思啊，云和或圆通，那么用这个有障碍的地大来修行观照，它是有为法。 不是真正的圣性，怎么叫出击的人来获得圆通呢？看注解，此减七大圆通，前五大同尘，前五大就是地水火风空，啊，这跟尘是一样的道理啊，就是地水火风，就是我们所讲的虚空，仍然是尘。 哎、嗯，是心性的尘啊！我们说一念不解呀、啊，那么我们呢，就法身呢、啊，就转换成虚空，还有无应身、自他色身、山河大地。如果一念悟了，那么处处都是法身。所以啊，地水火风空，包括虚空，一样是列入尘啊。这个尘不一定要有形象，只要是心事迷了。 转换出来的假象，通通叫做尘。所以若人是得啊，性大地无寸土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那么第六呢，同事啊，第六就如同事那么第七呢，啊，就是见大呢，就是跟根一样的。哎、啊，所以啊，地水火风空。 见四列出来就是乘四跟根,根啊。金滴，此地菩萨地大，因为啊此地菩萨术士啊都帮忙人家平一切啊颠簸的道路，所以他用平地啊开始修福。因平地而误入者，如果以地大的性而为观察。 性则是艰难障碍之物，而非通达之相。此地也平天道路，善色有为，而非无漏之正性。善者正也。后来遇到啊，你要平他，平地呢，不如平你的心。好、啊，后来再听听到佛陀如来啊，他们跟他开示啊，他的因地修行，就告诉他。 啊，欲平其地，当平其心呐、啊。心平而一切互平，所以啊，遇到了平心之教，才知道哦。翻过来九五六，万哎、啊，方归圣性。简单讲，万法回归自性啊，叫做佛法。万法呢，不回归自性呢，那就变成外道。 是因河初心依持有为之法而能速或圆通者？简单讲，这个地大之观不适合初学佛法的人修行。九百五十六页第二行经文：若以水性观想念非真实，如如非觉观，因河或圆通？ 那么这是指夜光童子的修行。夜光童子因为观水大而误入，啊，所以说若夜水性观，啊，就是用观想的，心中啊产生了啊这个水，啊，那水呢变成一个很大的区域，也就是水性观。 想念非真实啊，是用想念观想的，非真真就是真如，实就是实际。所以在座诸位啊，我们如果观想常常啊，有的人修行的呢，叫人家说啊，我们呢、啊、观想啊，自他不恶是吧？所以我们的观想阿弥陀佛，观想阿弥陀佛，那么阿弥陀佛啊。 跟自己，后来啊，我们的观想，我们自身就是佛，就自他不二。诸位，这个百千万劫是不能成道的。观想它不是破除五音声，自性流露出来的真如，它是心中产生一种影像，集中在那个影像观想。比如说密宗啊，观想本尊呐、啊。 啊，也是本尊就是自己啊，自己就是本尊啊。诸位没有照见五音皆空，单靠观观想的，暂且离不开五十种阴谋里面的想阴谋，所以观想叫做、就是、把自己观想成佛，那个是一种理想跟想象，而真真实的境界，你不是佛。 如如果你们到这个各各地的各地区的这个游览区域啊，有看到说哦有什么哦像你到韩国去啊，啊有演那,那个大长今呐啊,啊，他用用一个相片，然后那个脸呢、啊、挖空，挖一个空空的，然后你的脸呢、啊、就往上面哎套上去，然后照一张相，那你是不是大长今？不是。 用想象的，就是用套进去的，你不是的。啊，比如说，哦，台湾人呢最喜欢拜这个关公。哎，关公，好，我们把这个关公的相片呢、啊，中间呢、啊、这个红的脸呢、啊，把它挖一个空，然后你去照一个像，你也一样，拿一支青龙刀，是不是？偃月刀，啊，好，那一样啊，看起来像关公啊，你的脸呢、啊、是你也、啊、没有错啊，你是不是关公？ 那当然不是，你是套进去的，所以没有破除五蕴色受想形式，单靠观想的，能造入某一种浅的三昧，没有办法达到最究竟的圆最究竟的圆通是不能观想的，最近的最究竟的圆通，它没有语言，没有文字，不能想象。 没有色彩，没有长短方言，啊，下手处就无处可下手。体本体性本来就空，这个是用不生命的圆觉自性下手的，起点就是东终点，也没有所谓起点跟终点，这个就是真正的用真如在修行，那不是靠观想的，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观想啊，到最后你一定要。 入意三摩地，这个时候就是真正的照见五蕴皆空。你所有的观想、心境是不二的。哦，原来是心外的水，心观想的水，其实就是你的自信。你的自信就是你的心。哦，体悟到这一点了、啊，静智一如，那么这个就是真的用本性在修行。 如果没有这一层功夫，要靠，比如说你观想念阿、啊、念佛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佛,弥陀佛啊，那么就是用观想，要做依靠的依靠，就是能所不断的，能所不断，能所不断的就不是自性的，自性是绝对的，它是存在的，可是没有任何的语言为证相应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啊，这底下哈，我再解释一下啊。 如果用水性来观，那么这个观想还是妄想，是想念非真，真就是真如，用想念的方法，它不是真如法，实就是实际，非真如实际，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啊，我们呢、啊，真如圆觉之性啊，连妄念、连净念都安不上，它是无念。 哎，我们念佛念到净念相聚，这个仍然不是真如，因为它还是有念。我们之所以念佛念到净念相聚，是为了破除妄念，破除妄念。但是我们念佛念到净念相聚，这个仍然不是真如，真如无念的。所以，无论是妄念，无论是净念，通通叫做念，叫做生灭有为法。 啊，所以说你用这个生命有违法的念佛求生极乐世界是可以，要现前正道智性的圆通是不可以的，没有办法，因为那个下手处是错的。因为如果你要证入圆通，你的下手处要没有分别之，平等心，要用涅盘不生不灭的究竟。 获得大波涅盘的般若心才有办法的。以下啊，这若以随性观，念念非真实，如如非觉观，而如如不动之理，如如就是这个不如如不动的道理呢？非就是非六世所能觉观的啊！我们生成的真如，那绝对不是这个妄想的世心能够可以产生觉观，觉观一定有能所，记得。 绝观就一定有能所，有能所就是生灭，是因和或圆通啊！是以此绝观能所不断的生命有为的绝观，怎么有办法让初学佛法的人数或圆通者？整句把它贯穿起来，啊，就是叶光童子所修的水大观，如果用水性来观。 这个想念，这个叫做妄念，它不是真如，不是实际的，而如如不动之理，非非六世所能觉观的。云何出啊？出学佛法，依此能所不断的觉观之心、生灭之心，能够束控速获不生不灭的圆通之性呢？看注解二：月光童子水大。 因观水大而误入者，若以水大之性而为观境，皆由想念而成，非真如实际。真如真如实际，如来藏性是不可能用你想象的啊！所以，为什么诸佛心境啊啊高深莫测、深不可测？为什么测就是意识？ 意识心想要用意识心来了解佛，那是永远不可能的。百千万劫，除非你有正量为正相应，没有正量，你永远不可能了解佛。啊，不可能了解佛。所以在座诸位如果不了解佛，那就是讲简单讲，就是你不了解第一大空，不了解第一大空，你讲什么通通不对。 随便随便举一个例子来讲，随便举一个例子，诸位没有挣到挣到第一大空，你所说的法，通通打问号。比如说，我们水陆法大法会啊，我们为什么要举办水陆大法会呢？哎呦，你随便问一个居士，他就会说，哎，为了超度亡灵。那是错的，错的离谱的，所有的佛教的法会。 通通是超度活人，不是超度死人了。佛三藏十二部经典，通通在叫你开智慧，超度你内在的贪、嗔、痴。如果三藏十二部经典为死人而设立的，那么佛教就叫做死人的宗教，这是严重错误的。 佛法是为了超度活人呐、啊、而设立的、啊，啊，比如说你这水陆大法会啊，很多人来来的时候，哎、欸、哎，吃个斋饭呐，哎、欸，今天不去造业，再来呢送这个啊，梁皇哎、欸、里面的梁皇哇讲到很多的因果，哎呀受用，啊，送药师经啊弥陀经，这个就是佛的遗嘱。 所以，所有的法会的重点是在利益活的人、有情的人，而这些超见亡灵，它是附带的，它是附带的，表示说八万四千法门哪一种都满你的愿。所以，有的人，我们中国人就是慎终追远呐，啊，平时一颗这个孝心来到这个文殊讲堂做法会，重要的重要的是活人。 是这个意思，啊，所以因此，如果没有证悟到第一大空，他的讲经说法他就会用差的。随便举一个例子，你都知道他的注解讲不通，他本身不知道。比如说，哎呀，诸佛我们本来是佛啊，一念一念不解而变成众生，这是错的。应该讲我们的本质是佛，不能讲本来是本来是佛，在这一念不解又变成众生是错的啊。 经典随手拈来都知道那个注解是错的，比如说，哎，真如不守自性，那真的，所以我们一念不解，啊，真如不守自性成佛又变众生，这个就是就是经典没问题，问题出在人后代的人不能理解佛意，不能理解佛意，所以注解下来的就千古罪人。为什么要听经文法呢？以注解写错。 善知识才能指指导说那个注解是错的。如果没有善知识，你是坚天的自己看，就用猜的。哎，比如说随便讲一下啊，比如说啊，真望和合，真心跟妄心啊和合，这个也是错的。真心没有什么生灭增减，离离离尘有自体性的，它是真如实际的东西。四心分别，四心分别刹拉生刹拉面，刹拉生刹拉面。 两个两个东西怎么可以合合？世心分别只是真如本性的影子而已啊。就像我要跟我的影子结婚，那么的好笑。所以，那经典大家就这样讲了啊，真妄合合了，从真从来不是妄，怎么合呢？真心它绝对不是妄心，妄心是在刹那之间真如之心闪动的一个妄念，它离成无自体性的。 随手拈来，如果不见到地狱大空，每一句话都错，而且是落入可怕的观念。可怕的观念，所以善知识有三种：一叫、就是、善知识，二大善知识，三叫做圣善知识。一善知识叫做劝你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啊，扶弱济贫，叫你做一点善事。 啊，明因四果，这个叫做善之事。大善之事呢，就叫你诸恶莫做众善奉行，自净器，要好好的念佛，求生净土。这个是大善之事。什么叫做圣善之事呢？就叫你回归当下，明心见性，自觉自悟，你就是佛，即身就是佛，即心就是佛。这个叫做圣善之事，殊胜的圣，不是圣人的圣。 善知识有三种，啊，碰到善知识的已经有相当福报了啊，碰到大善知识的这个已经有大福报了。那、啊、那么碰到圣善知识的，简单讲是正悟而有正量的圣人。那么这个要竖世的大善根，你才有办法碰到圣善知识，啊，要不然一般人就是得少为足啊，听听几句开示啊，他就满意了，所以。 讲到这个啊，非真如实际，我注意看注解。如如不动之理，这个就是如如不动之理，就是第一大空。所以你不证悟到第一大空的如如不动之理，你就会死在文字里面。凡是义气如如不动之理，须得如如不动之智，而起心分别觉观，皆不以相应。 故也如如，非六十九观所能弃入也。云和初心依此觉观之心呢？速获圆通者。九五六中间经文：若以火性观，验有非真理，非初心方便，云和获圆通？这个是无处色魔啊！ 悟出色魔的欲火啊，那么很强，所以就把欲火啊，把它升华变成智慧之火。所以若以火性观，厌有，厌有就是厌啊有就是有欲火，厌呢啊,啊他的讨厌呢、啊、哦，厌离有这个欲望之火，这个不是真理。你还有一个离字。 不是真理啊！这个要是真正的理呢？知道欲我，体性本空，本来就不可得，不需要理。直下无心便是道，是非初心方便。因为不是每一个人呐、啊，都是多言之机；不是每一个人啊的赢性都很强，有的人是贪心很强，有的人是嗔恨心很强。 哎、呃，有的人是愚痴心很强，所以这个淫欲心很强啊。那么用无处色魔修行，火大的修行观则可以。可是有的人呢、啊，他一辈子啊啊，只有对钱有兴趣，哎，他绝对不要，不是像无处色魔这种火性观，所以根气都不太相应，不一样。因此啊，不是每一个人呢、啊。 都是多赢之机，所以啊，也不是说啊，初心方便就又一定要用火性来观啊，银河或圆通啊，解释一下，如果用火性来观，就变成有能观跟所观，愿你有为的欲火，这不是真正的离，因为你还有一个愿。啊，不是真正的离啊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是。 多赢的根气，所以啊，不是初心方便可以修火性观的。怎么用这种啊，初心一此不通之法，能够让一切众生数或圆通者？整句的意思就是这样。是第三，误处色魔火大，因观火大而误入者。如果以火大之性而为观境，误触愿有欲火而求离欲，非到身心俱断。 断性亦无，乃非真离欲。然初心不尽多淫之机啊，不尽就是说、啊、全部啊。但是初学佛法的人呢啊,啊，不是、啊、全部都是多淫之机啊，淫欲呢不好控制。但不是所有的众生对这个都有兴趣啊。有的人呢、啊，呃、啊，偏重于贪，参差不一定有少欲无一者。 岂必借词，以为方便呢？啊，所以乌除色魔火大，不适合所有的众生来修行。云何初心，依此不通之法，而速或圆通之灾？若以风性观动机非无对；对非无上觉，云何或圆通？好，这个是琉璃光法王子的风大。 如果用风性来观观这个风性，那么它不是动就是静，急就是静咯，风动的时候叫做动，风没有风的时候就叫做急。那么动极非无对啊，风不是动就是急啊，对就是对待。那么简单讲，风不是动就是急，简单讲动极就是生灭，就是有为。 啊，风不是动，那就是静，那就是有为啊，非无对待，有对，对就是对待，有对待，自自非有对待，自非自就当然，当然不是无上的绝绝对底下加一个体啊，我们的绝体没有对待，它是绝对，就是大圆静智或者如来啊，藏性。 银何或获眼通？啊！第四，琉璃光法王子风大，因观风大而误入者，如果以风大之性而为观境，彼虽遍观内外，皆是妄言风力所转，然风大有动有急，有动有急，简单讲，便属于循环生灭。有循,循环生灭，就是无常之法，非无对待，既有对待。 当然不是无上的绝体，因何初心以此不常之法而数获圆通者哉？啊，正脉啊，里面说问反问法门也是从动静而入啊啊，何书以此书，就是书别，跟这个有什么差别？跟此有什么差别呢？啊，反问文,文字性啊，反问的法门也是从动静耳根的动静而入，跟这个啊。 动机有什么差别呢？答：彼乃渐脱动静二尘。如如果从这个观心不萨的耳根言通章，他是渐渐的脱离动静二层，以取无动静的文性，他是这样修行的，为初心方便的容易。这里呢，取有动极之风性为入门。 一个是下手处是不生不灭的反文文字性的文献，这里下手处是有为的动静生灭是不一样的下手处。这词及其有动机之风性为入门，所以大不相同。为什么大不相同？文性是不生灭，观世音菩萨的耳根眼通下手处是不生不灭的文献，这里的下手处是动机的生灭有为法。 下手处不不一样的，是齐哥以此烂笔怎么用？可以用这个角度来问烂。嗯，另外，观世音菩萨的耳根文性的法门。九五七中间经文：若以空性观昏沌，先非觉，无觉亦菩提，云何或圆通？这个是指虚空藏菩萨。 如果用空性观，是指用虚空来观照，这个虚空没有智慧，所以它是昏昏，就是昏迷，啊，遁就是顽钝，用这个没智慧的昏迷顽钝的虚空啊，先非就本来就不是觉觉性之用啊，先非就本来就不是觉性之用，简单讲，用虚空观这个虚空。 本身并没有充满智慧，而是昏冥顽钝。本来虚空本来就不是觉性之作用，无觉亦菩提啊！无觉，没有觉性的虚空，就是无觉。无觉性的虚空，当然不同于菩提之道，异于菩提之道。亦菩提就是异于菩提之道，无觉就是没有觉性的虚空。 当然，意义菩提之道。整句的意思是这样子：云何或圆通啊？怎么让用这种啊昏冥顽钝的虚空，让初学佛法的来修行？这个是无觉之物啊！整句的贯穿的意思就是：如果用虚空观来观照，而虚空本身是昏冥、是顽钝的啊，虚空本来就不是觉性之用。 啊，无觉性之虚空，当然欲以菩提之道，云何能使出虚出邪速获圆通者是行不通的。看注解第五，虚空藏菩萨空大，因观空大而误入者，如果以空大之性而为关键，地观四大无一妄想生灭虚空无二。 佛国本同，虚空乃是慧命所成所为。昏就是明，顿就是晚，乃是以明晚为相。明晚就是没智慧了，啊，不是觉体的作用了自体先非灵明觉知之用啊，虚空当然是啊，不是灵明觉知之用了是无觉意菩提，既无灵明觉知之用，自与菩提相异啊。 犯以菩提，是犯绝道，就是圆通所证之无上绝道者也。今以混沌之因，而取灵明之果，何以专病取火？因何初心，以此无觉之物，而受获圆通者哉？倒数第二行，九百五十七页经文：若以四性观，观四非常住。 存心乃虚妄，云何或圆通？啊，这弥勒菩萨的四大啊，所以大家都知道，弥勒菩萨是修唯士的啊，万法唯识的。就若以事性来观，就是万法唯识来观照。这个观这个事，这个事本身这个念念生灭不停，非常存。 那观四心分别，观四非常纯，好，把笔放下来看这里啊。开不开悟就看这里啊。这个先从延期法来讲，这个音，这个圆。这个音缘一碰，有声音，有声音。我们把它拉高，拉高，层级。 这个是六根：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六根。这里是六层，接触到色、身相位触、法，跟对尘产生这声音。这声音就是世心分别，刹那生，刹那就灭。而外面的虚空，比喻作比喻作真如本性，比喻作真如本性。所以你的世心分别离尘无自体性啊，见分。 相分啊，根根尘凑合是吧？能所不断所产生中间的声音就是四心分别。这四心分别就是萨拉森萨拉面，萨拉森萨拉线，萨拉面，这萨拉森萨拉面在虚空里面一直晃动着。比如你一直击，声音产生了，虚空有没有增减？没有增减啊！如果不击，虚空有没有增减？也没有啊！我们如一直击的话，四心分别一直产生作用。 四心分别一直产生作用啊，产生这个医生表示跟对禅产生的四心分别，这些作用会不会影响到虚空？没有，虚空从来不增，虚空从来不减。我们的真实自性就是这样子。这个如果你如果我们也了悟万法唯心所造，简人讲，跟对禅所产生的四心，它是刹那生刹那,那灭的，就是有为生灭法，只是真如本性里面的一个晃动，不要被迷了。 了悟诸法如幻，四性分别也是不可得，体性不可得，当下就是真如本性，就是真如本性。好、哦，那么有这样子的啊、呃，了解说哦，那么我们这是比喻喽，这是用虚空来比喻喽啊，千万不要被比喻、啊、卡死了啊、哦。所以说啊、哦，我们就了解这个观世，诸位看了、啊。 观世非常准，这个事啊，啊根尘一触动，念念生灭，不停的，一直一直晃动，非常住，这个不是常住的，啊，这个不是永恒的常住啊。存心乃希望，你存的心观之，你存心观之，那么就能观跟所观就就断不了了啊，乃是属于虚妄的，务必要让四心体性本空。 正如显现这个就才是就圆通，银河或圆通啊，就表示弥勒菩萨的四大修行不适合一般人，因观四大而误入者，若以四性为所观境，地观十方微视，翻过来九五八。然此四性念念生灭不停，实非常住之性，且存心观之，已经是虚妄。 你是希望，何况所观之事大而不虚妄也。云何初心以此不常之心而树获圆通者哉？九百五十八页第三行：诸行是无常，念性原生灭，因果尽疏感。云何获圆通？所有的修行人念过大师之菩萨圆通章的人。 在这里要特别的注意，特别的注意，你用念佛的心，今生今世要证得圆通是不可能的，除非你有正量，除非你能够念佛念到三昧，念到三昧就是用本性在念了、啊，本性念等于没有念了、啊，等于没有念了、啊，这个要很清楚的。诸行是无常，念性缘生灭啊，念性。 的八卦，你是今天你用凡夫用妄念也好，或者是说，哎，你念念能够相聚。用静念念，用静念你念也好，你已经堪称是也没有了啊。就用静念来念佛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啊，念的很好。这个是无论是妄念，无论是静念，它通通叫做有念，念性原生灭。 无论是妄念，无论是净念，这个是生灭的因。用这个心求生极的世界，则可以，因为有念就是成生灭了。但是用这个心，如果想要我当下这一辈子就要正得佛的大圆觉、大圆通，那是没办法的。因果经书感，那念性原生灭，妄念净念终究是有念，有念就是生灭。 因果经书感，这从两个角度讲，生灭因一定得生灭果，生灭因不可能得不生不灭的果。所以，如果你念佛到极乐世界，品位还不是很高，你还在莲花包里面，你还得听经闻法，慢慢来，要要悟得正正得到无生法忍，那个时候你见到的就是佛陀的清净的庄严的。 报身，所以你到极乐世界去，你用生灭心念佛，对不对啊？还没有到用智性就是弥陀，那么品位不高，品位不高，那么到极乐世界去，那继续就修行。那所以这个因果经书感分两个角度啊，生灭心就一定会生灭果，不生灭因才能得不生灭的果。如果你用生灭心， 想得不生灭的果是不可能的，舒感就是感应不同，互相违背的。所以这个因果经经就是当下，经就是当下。所以因果经疏感的意思就是你用生命的因要去得到当下不生灭的果，这个是违背的。 舒感是感应，是绝对不可能下手处是不对，绝对不会感得到啊！那个不生灭的果，这个经舒感啊。疏感就是感应贤疏了，感应不一样的意思了。云何或言通？那么整句贯穿起来的意思就是说，诸行是无常的，念性言生灭，无论是妄念。 的念性，无论是净念、念性，终究是有念，终究有念，它就是成为生灭心。用这个生灭心，想要回归当下，得到不生不灭的圆通，是不可能的。这个感应是互相违背的，因果是互相违背的，怎么能够啊获得到啊不生灭的圆通呢？就是这个意思。 因此，念佛师傅一直强调，你念佛一定要用本性念，不要用妄念，或者是你集中火力这样念，念的有一点功夫成片了，那个还是不是真如，那个还不是真，真真如本身啊。如果讲经说法，你有正量，那么你你说法就是自信流露出来的，随手拈来，任何根尘是一十八界，通通是你本地的风光。 啊，本地的风光，所以你听见性的人说法，他不会处处矛盾的。你要是在向上里面说法，他就会会彼此矛盾。啊，要佛讲经说法，他怎么会有矛盾呢？哎、呃，那么没有佛的境界，那么在菩萨以下呢，那么没有破生相无明呢？哎，这些注解的人哪一个有办法像佛？所以从从印度。 嗯、传传法来到我们汉地，汉地啊，因为成分成藏传、南传，还有汉传嘛，有巴黎文啊、汉语系啊，或者是藏语系啊，那传到我们汉汉地来，那个、汉地来，你翻译的经典或者注解这个经典，那个功夫啊，就要看他的功夫了。哎、啊，这个会翻译的跟不会翻译的，那就那就。 差很多，比如说我们的讲练英文，比如说 “cool world”，啊，我们是翻译成“冰冷的世界 ”，cool world，啊，冰冷的世界，哎，这个翻译起来呀、啊，不不怎么得体。冰冷的世界，要南极啊、北极啊，都是零下四五十度啊，cool world，我们翻译成“冰冷的世界”，但是如果你把它咪把它把它翻译成“冰封世界”，被冰所封住了，cool world。 或者你翻译成“很冷的世界”，那么又又变成没有什么水平，所以这个翻译就会差很多。注解也是这样子的，注解也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啊，现代的人呐、啊，啊，要写作了，尤其是现在的法师啊、居士啊，每一个人呢、啊、都会有一篇呢、啊、自己的感想啊、论文啊，在做注会。如果你自己没有自己的正量，最好。 还是依祖师大德的，记得依法不依人，最好的是依佛陀所讲的法，啊，再来，其实依有正量的，像达摩大师这样子的，或者是像六祖这样子，或者是啊，这个嗯，大足和尚，这个是真的有功夫的，啊，那么现在的人不一样。 随便一个居士，你看他的写的著作这么的多啊！一个一个一个法师写了这么的多的著作，诸位，你要参考他，你还得要有功夫。你没有功夫，你自己你没有正量，你没有那个功夫，你没有办法分辨说这个人的注解到底是对还是错，你没有这个能力。 没有这个能力，你会被牵着走。比如说，有个居士在讲，我说：“即使你哪来呀、啊？我中部来了。啊，说怎么修啊？我念一句佛号，送一部经，我一门深入啊。”哦，我说我跟他讲说：“哦，你念一部经就是一门深入，那么通达三藏的不叫做浅出？”就是一下吓一跳。他说：“那师傅一门深入，那个一门是指什么？” 我说那一门修那个门是耳根门呢、啊，不是送一部经典，送一部经典叫做一经单一经单诵啊，翻过来叫做单诵一经，怎么会把送一部经典叫做深入呢？那《通达三藏》二部经典的，大善知识不不叫做浅出咯？正法佛教何以落到如此的扭曲、曲解的佛意。 这是大圣的悲哀。连那个最基本的一门深的那个门，都以为是地藏法门、是药师法门、净土法门。那个门是指耳根门，就这么简单一个名词，还有出处，出自《楞严经》三摩里面的二十五圆通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，还讲得清清楚楚。依法不依人，站在依法不依人的角度。 一门深入，它是有出处的。这个名词被后代的人滥用了。哎，这个技士啊，听到师父的开示啊，哇，很有善根。哎，我是跟你讲，八大人今天就告诉你啊，要多闻，才能增长智慧呀、啊。要多学，要多闻，才能增长智慧呀、啊。 我们现在不是，使之某一个角度，通通叫做一门深入啊。比如说你念一部《地藏经》，叫做一门深入。你只有一部《地藏经》，哪有深入跟浅处？对不对？耳根呢，才是我们耳根圆通章，呃，解动静根结空灭，由浅入深，这个才有深跟浅的问题嘛。解六夜三空，呃，解夜三空，那么就是啊，人空、法空、空空，破五阴嘛，破色受想行识嘛，破恶书胜嘛。 一和诸十十方诸佛嘛，再来和众生的心嘛，这前面都讲过了，所以我们呢、啊，应当修习佛道啊。最怕的就是半桶的。你说他他佛法懂一点嘛？你你他深入他没办法。你说他不懂嘛？他又能说几句，说上几句，能够回答几句啊？诸位，两种人不怕一。 大愚是从来没接触佛法的，他不懂佛，那个不怕，因为他不会不懂装懂。还有一个大悟的圣人，那不怕啊，因为他这个心境跟佛一样了，最怕的那个就是一半的，他还没大悟。一半的就是上不去啊，下不来，熊惊还半趟的，他一上惊一半趟的,怕的，七七狗，啊，就是半桶的啊水啊。 呱呱叫就最怕这样子的，所以，在你没有能力分辨这个出家人或者这个在家人的注解能不能看，这个很重要的，记得看佛的，看佛的经典，要不然你也来问我一下，这师傅这一本书能不能看？至少我给你批能，你才开始看。 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抉择啊！好，注位看注解第七，大是至法王之根大，按根大应当在第六，今弥勒四大超前，是至根大居此者。 足见菩萨明知欲修楞严大定，独让观音殿后，而求其普备三根，立顿兼守者，为此念佛一门。凡有动作牵流，全属于诸行，皆是无常。而四字则曰：都是六根，净念相继。既是都摄，只属根大。可见念佛不是口念，不是第六意识心念，乃是一根都是六根而念。 所以也净念，终成有念，所以妄念也好，净念也好，终成有，终成有念就是生灭。既然是相继，难免生灭。相继嘛，前一念，后一念嘛，啊、呃，后一念，一直念念，一直起来，念念一直生灭呢。所以故曰念性缘生灭嘛，啊，真如自性就绝对它是无念嘛，完全清净啊，念念还是念念，还是真如，啊，真如还是有念呢、啊。 每念却是真如，体用不不可得嘛？体用一如嘛？以此念佛为因，往生净土为果，这是因果是可以相符合的。意思就是用生灭的念佛的呃心来来求生极极乐的净土的果，这是因果是相符合，是可以行得通的。这是万修万能去。但是如果以生灭的念佛的因要求信证，就是当下要有正量。 不生灭的圆通，那么这因果是相违背的，因为你下手处是生灭的念呢、啊，跟这个不生不灭无念的真如自性是不一样的啊。感应是贤殊是有差别的，生命因不可能得不生灭果啊。你要得不生灭果，你必须下手处要不生灭的因，故曰因果尽数感。云何初心依此生命之心而术后圆通者哉？正脉正脉言。 通论二十四圣，也其所证必等观音呢，而缘其入门，缘就是推就，而推就其入门二十四圣啊，都是不从本根，本根就是耳根呢、啊，啊，这娑婆世界最利的就是耳根，利有是言，所以啊，当前一则不对方，这个方就是娑婆啊，除了耳根言通。 其他都不适合娑婆的记忆啊，不对方，方已不适合娑婆世界的记忆。二者不变初心，初心就是出发心的啊。若不用耳根圆通来修行，不适合其他二十四圣都不适合。三者要别有知见，知见就是术士之善根。 知界或者是叫做先天的知子，哎，因为我们佛教讲的是三世因果的，三世因果的。诸位啊、哦，同样在听楞严经喽，上根立志的听到法喜充满了，啊，好像他快要开悟了。哦，原来这个、这个是上根立志的，中根励志的，啊，觉得很发喜，下根的听到一点。 结一点善缘，还有一点连根都没有的，扭曲师父的意思。你真的你不相信哦？啊，我这样讲到口水都快干了。底下的人，楼上楼下的人，他的体悟个个都不一样。叫上根利智的人来讲，哎呀，师父讲的多好多好。嗯，叫那个不是连根都没有了。 上根、中根、下根，连根都没有的那个叫做劣根。哎，我我明明这样讲，哎、欸，这他是去外面上个厕所赚一千来，又把我的意思误会了。嗯，有个居士来，我跟他讲，在家居士啊，最好啊，不要做三十系念，上上台啊，做三十系念。 上台做三十系念最好是给法师，啊，给法师，哎、嗯，因为女众她是有肉身嘛，再加居士为为什么要给法师啊？三十系念要、呃、登台来比较适合，因为那里面要念很多次的三皈依呀。那你一个居士，你三十系念你上去那念三皈，你居士怎么跟人家三皈依呢？ 他说：“那师父怎么办呢？”我说：“如果方圆一百里内真的没有比丘，我们可以改变一个方式，对不对？不一定要做三十系列呗，啊，可以送送啊，比如说《弥陀经》啊，药《药师》嗯，那个那个那个《往生咒》啊，多念一点啊，《送地藏经》啊，我们共同来共修，呃、啊，来来起起来回向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也行得通啊。如果没有法师，就用这种方式，哎，他不听。” 听还生气了哈，那有一个人问了，就是说：“哎，师傅能不能呃在家就是能不能放猛山啊？在在自己的家？”我说：“哦，可以的，可以放猛山在家啊。你要放猛山，不过要天天放，不要说今天鬼来了找不到饭吃，你跑出去外面跨年。” 啊，对不对？就是全世界都要跨年了、啊，人家那个鬼啊，在那个出师台里面一直拼命的等、啊，那这时间到了还没出师，对不对？啊，蒙山做了就要天天要做。不能停顿的啊。那、啊、可是呢，这个居士啊，回去了他就哇，一、哦、到大蒙山他也一样登台，在登台，他一样登台，呃、啊，一样怎么样？跟你讲做大法会居士。继续 也可以登台，然后他就是说，回地法师讲的居士也可以放放大猛山呐、啊。我说居士放猛山是在家善巧方便的、啊，没有叫你登台啊。为什么这个讲话都剪剪你那个选择那一段对你有利的讲了，我不不把我整段都把它贯通起来，哎就是这样子，所以说这个劣根性的常常会把师父讲的扭曲扭曲啊。 你说呀，啊，要修其他的法门，也要别有知见啊，就是要有先天的啊，要借重于术士的善根。是则非常修学啊，就是、这不是一般人能修学的啊，有的必须是九修菩萨。反过来说，这个耳根圆通呢，啊，对方已。 就是说，对于说佛世界是很适合的。二方便初心的，第三也不老，借种术士的善根，每一个人都可修，只要是说佛世界耳根不坏的，听得到音声的，皆可以修持。通常可修，一般人通通可以修。意在后句啊，也欲持明之啊。眼三独显耳根。九百五十九页。 我见白世尊呢、啊，佛出说破戒，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稳，欲取三摩提，实以文中入。解释一下，我见白世尊呢、啊？啊，说佛教导一切众生出这个说破戒，那么这个说破世界，此方真就是真实，真正能够让众生获益的教体是什么呢？这清净。 在英文，清净就是本来清净本来周遍法界的体现在哪里呢？在注意英文要注意听，听音声之闻性，这个要这样写的。英文是听音声之闻性，这个闻底下加一个性。如果这个闻底下没有加一个性，那就听声音，这就变成生灭了。 知道吗？听是听反文文字性，是听音声的文性，不要随着音声起心动念，落入生命的观念。啊，所以清净本来周遍法界在哪里呢？在听音声的文性。你想要一起三摩提，必须时于文性中入，就是入流。哎。 是以文中而入流，文性中入流。我们出流啊，那么就是生层入流，就是文性。记得师傅的话，出流就是阴身，入流就是文性。阴身是尘，文性是原结。那么分清楚了，事情就好办了，修行就得体了啊。 整句的意思就是说，我现在白秉白世尊啊，佛教的一切处理娑婆世界、解脱轮回痛苦在哪里呢？这个娑婆世界真实的教体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在哪里呢？就在听音声的当下的文性，不生灭的文性。以及你想要得到三摩地的正定，是以文性中而入流。 上来一门寂经减去啊，此则应选而根。故云：我现今崇拜释尊言，佛出娑婆世界，此因堪忍。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，还可以忍耐，叫做堪忍啊。有一点点快乐，但是大部分八九成都是痛苦的。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，所以说啊，有一点乐，但是还可以忍耐。 哎，有一些大的痛苦啊，不会说像地狱的地狱这么般的严重，痛苦到没办法忍耐的，所以这个说婆世界成为堪忍。以说婆啊，众苦具足，众生呢、啊，堪忍忍受诸苦故，如来必随一方机宜而立教体。啊，设教就是设立教化众生，如果不应激，叫做设教。 设就是设立，教就是教化众生。设立教化众生，如果不应急，那麻烦大了。化之不慎，也不对机哦，那么就不会出胜哦。准唯摩经云：或有佛度以光明而作佛事，或有佛度以佛菩提树而作佛事，乃至或以园林台观，或以虚空影响，或以阴声语言，或以偈语乌言说，各随机于教体不同。 今佛世闻声得意者多，今末世也从此方众生耳根骗利，能以文性遍达无量差别事理理事。所以对此一方，即于以音声施作佛事，所以透比文根之力。如来在世文教者得意者多，也就是末世啊，也是从开始开始，就是像你们今天呢、啊。 觉得天津文法，因为娑婆世界，天津文法比自己看的快，比啊其他的这个这个法师或居士不来，是因为大家都很忙，很忙，他们不是不来，是因为没时间没空啊，大家福报比较大，对不对？哎，啊，而且啊，大家的信心也很强。 跨年嘛，大家都跑去啊啊，春天什么呐喊呐、啊，还是什么共疗法会了、啊、哈？就请请来一些什么歌星影星啦、啊，啊，各据一方的去举办这个音乐晚会，而你们还愿意坐在这里啊，似乎很感动的啊！下课后一个人发一百块人民币啊,啊！那不错啊，天津还有钱拿啊！啊，而得误入者众。 一言长途，但以音声为教体，是随相假体，随着音声的假象啊，这个假体啊，而此方真教体清净本来。你想要体会到诸遍法界清净本来的觉性在哪里呢？就在你听音声，注意那个文性上面加四个字：不生不灭啊，唯在听音之不生不灭文性。 阴身当体即空，闻性当下就是不生不灭，啊，就是这个。一取三摩提呀，是以文中入者。九六零翻过来，两以教权啊，藏性啊，教权万法而万法回归一藏性，叫做教权啊，所有的教就全归万法，而万法回归哪里？回归我们的如来藏性。 所以在座诸位，啊，如果你不回归藏性，这叫做名为相说，名为相说，它就一定会有争议的，啊，讲东方就会忘记了西方，啊，讲南就会忘记北，讲这一点就忘记那一点，因为相的东西不可能圆满，像的东西不可能圆满，简单讲，你在。 你任何一个法师，包括如来，从相来讲，有人支持他，就一定会有人回谤他。比，比如说，哦，释迦牟尼佛，我们看到世尊的大圣人，在我们佛弟子来讲，这是何等的地位啊！那是崇高。我们见到佛陀的相，一定都是五体投地的佩服，下跪顶礼，对不对？那你到中通。 阿富汗去看看，以前的思路留下来的这些佛像，高的佛像啊，他们不是下跪顶礼啊，那阿富汗呐、啊、不是下跪顶礼啊，他们是用那个火箭筒啊，你看到吗？用那个火箭筒啊，把释迦牟尼佛啊那个很高的佛像打下来，火箭筒啊。他们是回教了，伊斯兰教的，是不是啊？ 阿富汗以前在七八百年前，是也是丝路通过，也算是佛教佛教的国家。你可以从那个那个路线可以看到一些佛教的痕迹啊，我们见到释迦牟尼佛是如此的恭敬啊，是不是？哎。 啊，畜生就免谈了、啊。我们看到是每天在拜的那个、那个、那个佛像啊，像我们木木屋啊、啊木屋啊，那个有有那个佛像啊，啊很庄严啊。但是那个畜生不懂啊，他切交啊，朝给释迦牟尼佛上面，释迦牟尼佛头顶上大便了、啊嗯。那个鸟后面，我们是看到佛像是如此公，敬，那个鸟不知道不认识他释迦牟尼佛，跑去头顶上大便了、啊。哎，这个也是恶劣的鸟。 哎，看见是下辈子怎么办？跑到释迦摩罗头顶上大便了、啊，看下辈子怎么办？啊！所以说呀，哈，每一个根器不一样，众生不一样，所以成佛的时空也不一样。在座座今天来讲哈，你们有这样的善根，那么将来成道啊，或者解脱，那么是指日可待了。这么有善根的众生呢，不容易的啊。